很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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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
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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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，那我们就要请他等一下拿下面具，猜猜看他的职位是什么了。好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哇，都过来，有点像黄木眼，有一点，你是小猪，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对，就是黄木眼，对，医美的嘛，对啊，而且牙齿跟我一样白，怎么可能？做医美的那种长相啊，他牙齿跟我一样白，医生应该会买。而且你也是弱低白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样比较，所以你跟医生讲说我要弱低白，我跟他说，其实我不太确定，潘瑞老师是我很尊敬的老师，不要这样讲。没有，你真的讲说我要弱低白，我要选最白的，那就是弱低白，那就不要。是弱低白，因为我已经换过颜色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一次把它做好，就不要再改了，这样，因为敲牙齿的感觉并不是很开心，就很不舒服嘛。对对，所以你是政治人物，有没有很多其他政治人物追你？没有，政治人物不会，应该不会互相追这样。我们是这样会变共犯结构，不太适合。所以民众会不会很喜欢找你陈情？看到我的时候喜欢找我聊天，跟我说话，说你电视上脸看起来比较大，这样子。然后本人多漂亮，比较瘦一点这样子，所以他们会这样讲。所以你正确的那个工作的头衔是？我是嘉义市议员。哇哦！是吧？我知道，我记得上报过。对，因为我印象很深刻，是你在那个竞选车上面穿婚纱。哦，真的很厉害，他是你手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非常厉害。而且因为他之前有提过一个，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应该也都蛮喜欢的一个方向。田胜杰，就是田胜杰，这其实是我们参选的主要原因这样子。有一个叫 Kevin 的网络上的 Kevin GQ Kevin 小商人这样子，然后是我朋友，那希望我出来参选，那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出来参选。所以是 Kevin 鼓励你出来参选的。对， Kevin 是谁？ Kevin 是我朋友。完蛋了，你是弱梨白耶。你说牙齿白，你说你今天来不是肤色白，是牙齿白。OK， 你是不是牙齿白？对，我脸上白。一二三，你看弱梨白。哇塞！你去牙医科的时候，他真的让你选，然后真的有弱底白这个东西吗？就是最白的色阶。所以你下白会想不想也去弄？其实想，只是因为真的是有点。你就刚刚骑脚踏车，他就会帮你弹暂停。凯晨你好，你好。你在 IG 上面是不是也算是小有名气？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之前接活动的时间比较早一点，所以我应该算是比较早一点点经营 IG 这样。多早？四五点那么早吗？没有。所以 IG 人数有多少？现在是85.4万。85.4万。对。所以你里面是走什么路线？我现在比较多就是会接业配，然后比如说像是一些旅游的合作啊，然后或者是美食的介绍这样子。然后穿着都是偏性感吗？对，比较性感一点。所以你这个皮肤是有被很多人称赞说你怎么那么白啊？对，就是大家会问说，为什么你这么白？是不是有去就是做什么保养啊？这样特别的保养。Sam老师，你看到他的这个肤质，你觉得他的脸也会是白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每个人的白的天生的基因白是在手臂里面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这边白人就白吗？对，这个是你全身的基因的肤色在这个地方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如果说你要长期打什么美白针啊，有可能会超越，好白哦，有可能会超越他。老师，你这样举起来我们看，因为他那个是晒掉的不一样。可是你晒的时候也不会这样晒啊。对啊。对，所以你要刻意说要这样晒。对，这个晒是没有办法。对，它这边是晒掉的，那你要晒黑的。
自己的基因的颜色是在这一块，所以就是如果不做什么防晒或者是助晒的话，真正的皮肤很白哎，你比他还白哎，你那个这样跟解边差不多一样吧？解边是哪边啊？解边就是这样这个颜色啊。真的啊，解边就两边了，对对。那你旁边这位彩成还白，搞不好彩成里面更白了。我觉得是中上啊，中上的白。那你为什么下面那么白，然后脸其他地方都还好？我还是会晒太阳啊，还是有晒到。凹豆咖呢？哦，凹豆咖。好，所以你觉得他脸拿下来应该是正常白，是不是？正，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白。因为凭良心讲，他第一位出来，我觉得没有白到让我觉得很惊喜。没有觉得到非常白，不过因为我的目光不是在白在那边，对，他是跟那个面具一样聚焦在别的地方。好，那就看你的脸有多白喽。彩成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三二一，请拿。哇！完蛋了，你是弱梨白哎！你说牙齿白，所以你今天蓝不是肤色白，是牙齿白。好 ，OK。你是不是很正？对，我脸上白。一二三，你看，哇塞！你去牙医科的时候，他真的让你选，然后真的有弱梨白这个东西吗？就是最白的色阶。你看，最白的色阶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觉得很假吗？你是不要乱比嘛，哪里有很假？我们来那个一个礼拜有11个人去药局弄这个白。做完就是可能牙齿还是会退，就比如说会染色。对。所以就是你吃东西啊，然后喝红酒或者什么都会染色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弄白一点，然后让它褪色，就是染色的话比较。可是因为你已经上牌是最顶级的白，所以就是。不小心看到你下排的时候，就会落差很大。但是通常我拍照或什么，其实是看不太到下排。可是你讲话的时候，我就清楚的看到你的下排啊。就是我跟你说话比较近的时候才会看到。所以你下排会想不想也去弄？其实想，只是因为真的是有点。你就刚刚骑脚踏车，他就会帮你弹暂停。真的吗？知道吗？像一样看，因为真的是会看得见。对，就是那时候的预算只够做上牌，很贵是不是？很贵，真的蛮贵的。可是你 IG 那么多粉丝，应该会有想要跟你合作的吧？有，其实合作两颗啊，三颗。这样子合作两颗的上牌的。所以你是天生白，还是说你有打美白针？其实我们家因为天生的肤色就是白一点，但是我蛮容易晒伤的。对，就是只要出去晒太阳，然后我以前去接活动的时候，我已经有擦防晒了，但还是会晒伤。所以后面就是只要晒伤之后，它就会变黑，那我就会再去，比如说打美白针啊，然后吃美白的东西，然后再把它变白一点。吃什么东西真的会变白吗？其实我就是所有东西都尝试，比如说维他命 C 啊，然后燕窝啊，就是人家讲说会白的东西，我就全部都吃过一轮。对，然后每一天都会擦防晒，因为我主要是晒黑之后会变成斑。你会喜欢晒黑吗？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一阵子是喜欢那个古铜色的，古铜色。然后跳国标的时候一定要涂黑啊。哦，那时候就觉得黑是很性感，还不如这样自然一点黑这样。结果你后来不晒了？后来就懒得出门，就变白。对。